哈喽，林姐，这是您的早餐任务卡。早餐？晚餐我都没吃好。明早10点前，请准备好一份爱心早餐。它将决定你们明天浪漫之旅的搭档。浪漫是不用竞技了吗？哦，还就我一个女孩啊？不止你一个呀。还有鞠婧祎啊，我们俩。还有吉娜。还有钱呢？好吧，没问题，明天好好准备爱心的早餐。嗯，行，我知道了，明天等着我的爱心早餐哦。你会做早餐吗？最多搞个面包啥的，不是很会，坚强。拜拜，明天见。拜拜。哇，这也太……真是，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杨迪，杨迪哇！太恐怖了，你找到你的，好恐怖，你这是个人、我自己都害怕，我抓不住了。啊，你们等等等一下，我提醒你，你不要怪你看到了这是什么？好呀，我啊明天我们将开始一场浪漫的搭档之旅啊。今天晚上将决定你们明天选择搭档的顺序。啊，接下来呢，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做一个黑暗游戏。这个是经典的捉迷藏游戏，首先春游少年最先抓住的人是第五名，然后由第五名抓出第四名，第四名抓出第三名，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一名成员被抓住。你们被抓住的先后顺序决定你们明早选择早餐的顺序。来吧，来吧，来吧。春游少年进来，开始第一轮。春游少年都躺床上把人叫起来，一副那种头发都已经塌掉了，妆都懒得补了。我一会儿坐那个柜子上，朗朗哥你让一下我。哎，这也是没这个必要。你在干嘛？来吧，准备。喊上来换灯了啊！来，躺好啊！3、2、1，好，开始捉人。哇，这么黑。这个好难抓啊，完全是漆黑。怎么都没人呢？确定他们在这房间吗？他的手就在我面前，他在我们俩面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没事，朗朗哥，你第五也没事儿，没事，我没事。哎，打呢，尝尝。啊？
你躲哪儿的呀？哇塞！3、2、1，这么牛！来吧，这样，老哥，你这样，你看导演组，然后闭上眼睛 ，OK。这也太黑了。嗯。好了，打漏一个。恭喜朗朗哥，接下来就是周深。接下来被抓到的人变身狼人一伙，一起抓剩下的村民，一次决出3、2、1名。来了哦！哎呀，主要是我什么都看不见呢。哎，嗯，你动的声音太大了吧，这位朋友。我看见你了，怎么还在看？怎么可能？你在干嘛？杨迪，杨迪哇！这个人动的声音很大哦，不会是导演吧？又是你啊你！你在干嘛？等一下，来亲亲你，亲亲你，小宝。小心，又不在了。在吗？哈哈哈哈哈哈！啊！你在干嘛？杨迪，你不要再跑了！哇塞，这太难了！哎，导演吗？导演吗？导演吗？这是谁啊？导演。哦，这导演啊，对不起。啊，那有人。这个有别个麦的，怎么是导演了吗？好，范丞丞被抓住。我又不应该动。哦，我跟吴东哥坐在范丞丞旁边。干你们杨迪踢我吧，已经感受到了。杨迪。杨迪。哦。啊，这不是，这是导演的腿。这是吴东哥。我自己都害怕，我抓谁呀我？李哥，李哥，哎，啊！我摸到张雨健，杨迪。杨迪，你躲到哪儿，我们也会找到你的。我感觉到就在这边，跑不了。刚才我没听到他声音。就在这边，就在这边，包围他。杨迪，不要再跑了。哎，这自己人，他跑哪里去了？这边，哎，你们在哪里？
哎，自己人。自己人。他扔了个垫子。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吗？好呀。竟然没有扔的。你可以太能窜动了。迪哥，你不怕吗？杨迪。嗯，我是不是听见你的声音了？迪哥，我报到了，结束。我本来已经是最后第一名了，为什么还要抓这么久啊？太恐怖了，也太吓人了。好了，结束了。我知道了，太吓人了。你们看那个会发现我非常。太吓人了！经过你们，我跟你一开始我躲在哪里？我就，硕志，一动不动。你们来的时候我还在这儿这样趴着。我又这样。你是不是有你这个眼镜是不是有夜视功能啊？你为什么能在夜里跑得这么？不是我这样子。我一开始我也这样，周深在这边踢到梧桐时，我说哇，我干净。然后我发现我移这个的时候。这边有一团蓝光，我这个屁股卡在这里动不了。然后他说：“哎，这里有人，我赶紧。”我就应该这样。而且最搞笑是我明明已经只剩我一个，我就赢了。这么三个人抓我，你自己要跑啊！太恐怖了。早餐，我跟你说，喝一个畅心是呀，换新装啦！站在美景里，你就是女主角。我哪抢得过美景啊？还有新口味是吧？燕麦的呀，早晨喝点燕麦的好啊。做一个谁也看不出来是我做的爱心早饭，我先煎个小肠试一下啊。我觉得女孩啊，有时候谈恋爱真的把男孩是不是当小宠物了？男孩真的会喜欢这些面包什么乱七八糟的吗？食物的外表真的会给人以错觉，感觉好像很好吃，其实都不如一碗肥肠面。早上好，莲姐，早上好。早，你快选一个地方坐吧。搞个抄手，那我认为抄手真正体现功底应该从包开始。贾乐姐，哎，不知道接多少，我接这么多不够。嗯，谢谢。所以你是不会做饭是吗？早啊。Hello， 早啊。早上好。你会做饭不？还好，还行是不？对，能做一点。这是馄饨吗？嗯，做的不错呀。不可能，在安慰我。吉娜有点假了啊，怎么做的不错？水打开，然后往里一放。哇，像个米其林厨师。打鸡蛋而已，吉娜，这么客气干啥？没事，还有点像个熊，挺乐观的。还有点像米其林贾大厨现场给你割一个小熊好吗？你们俩好像很闲啊。等等，你的那个再得那什么，你倒点冷水进去。这个还要吗？不要。那我放我的三明治上可以吗？可以啊。给他等半天来这趴活来了。
燕麦的，告诉你，其实燕麦的好啊，加一点那个果仁会特别好吃。如果我把这个果仁也摆一颗心形，怎么样？咱们就做做到底。我给朗朗个暗号，有画腹饼，他就知道是我，因为我特别爱吃画腹饼。啊，来了！哈哈哈哈，第一名。今天主题是最佳搭档哈，三位女嘉宾为你们分别准备了爱情早餐，你要选择你喜欢的一份，坐在对应的位置上。好，好，好。你们一个人要选一瓶这个畅青利乐罐送给女嘉宾，她接受你的酸奶就会跟你组队。哎，这是我是不是？路边的花都笑了，原来她和我一样有梗。燕麦核桃，利乐罐，我看看，这是什么？看起来像四川早上那种抄手，但是呢，怎么？哎，这什么啊？感觉把烧麦煮进去了。杨迪哥，哇，这个是爱心早餐哎，但感觉这个还行，有用心，还做了个什么狗还是什么？选这个吧。不是狗，是熊，是一头小熊。哦，可以看到燕麦核桃的颗粒。Hello， 我已经选了一份了，是不是看着好像都直接绕过那个？哎，啊！我爱吃中餐。看，爱吃中餐的还是雨健要选你哦，可以吃辣哦。我这是去想去的地方，做开心的大人。也不梳个头就下来了。你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洗头？太困了，倒下了。那个是你畅青利乐罐，你可以拿一瓶送给女嘉宾。我要这个芒果的吧，燕麦加芒果。你选餐，这个信息量太大了。面包、草莓、香肠和番茄酱全是爱心，这个人是有多怕没人选？一万个爱心，太用心了这个人。我想问一下，他这个蛋这个形状像个狗还是羊？这个形状是他用嘴啃出来的吗？杨迪，杨迪为什么要选我？不是害怕？完了，口嚼蛋。啊，这边也是爱心，那我竞争一下。你要选哪个？这个吗？啊。看见没有，我这里有两个人选了。下一位，选一个畅青利乐罐，待会儿要给女嘉宾。橙子味儿的吧，芦荟吧。这是新包装，很特别。我们居然有新口味了。对啊，这有颗爱心啊，我觉得那个很明显吧。四川人做的是吧？对啊。但你看这个的心多不多？那这个是什么？口啃蛋。那我想吃这个。哇，这个为什么？这边竞争也太大了。哎，我突然也想吃这个。来来来，来吧，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就竞争一个人，一共有三个女嘉宾，大家就竞争一个人。朗朗也可能选我哦。那我就鸡了，你就鸡了。朗朗哥。早上好啊，聊得不错呀。哎，你们怎么都选这桌？我就想吃这个。吃这个都吃这个吧，朗哥。No， 有画腹饼，他就知道是我。我特别爱吃画腹饼。朗朗哥，早上好啊，聊得不错呀。哎，你们怎么都选这桌？我就想吃这个。吃这个都吃这个吧，朗哥。No， 有画腹饼，他就知道是我。我特别爱吃画腹饼。这个太辣了啊！这个不辣，这个挺好的，但是感觉已经是吃剩下了的，有没有？对。
我吃这个新的。哎，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一看这个我就知道谁常吃这个是吗？对啊，这一看就他早上吃。太靠谱了，因为他早餐会做的品类不太多，不多是吧？那好，那我跟你一起选这个，老哥。行，你愿意也行，我没意见。这个这么好的话，我们也来。哎，你们怎么都是墙头草啊？对。Yeah. 那我们现在公布一下哈，因为朗朗哥选择了这份，所以这一份的这个女嘉宾直接给你组队成功啊。是谁呢？吉娜答应吗？你在外面跟别人配对。公布朗朗哥的配对嘉宾，来，来。哇，真是吉娜姐，一点都没猜出来。老公啊。真神秘啊。哎呀妈！你的眼神这么靠谱呢？你俩衣服都是搭，你俩衣服都一样，衣服都搭好了。你俩衣服，朗朗哥说你会做的早餐不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都是这个款。谁说的？我不是平时给你做汤面吗？我们来了。我的早餐就像我的人一样抢手。姐，是你这份餐生怕没人选，爱心太多了，每道菜都。你不够了解我，你看。真的，酸奶，真的里面的这个也是爱心，太可怕了。但我想问一下，这个鸡蛋是嘴啃出来的吗？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爱心心，是不是这撕出来的哈？哎，他刚好撕了四个哎。啊。不是，反正咱不吃，咱不吃。面包里有毒。那贾良姐，你在四个人中要选择一个。什么？我还要选？四个我都要啊！为什么不行？我们就演那个《流星花园》啊。规则改一改，我不管。然后鞠婧祎，你自己演一个独幕剧，叫《等待》。那你就选择一个道明寺。如果真的让我选的话，我会选程程了。哎呀，早就料到了你们的关系。观众朋友们，我有很多话不敢说。这才几期啊，我跟程程是姐弟 CP， 那不是那种恋爱，就是姐弟 CP。 你倒是想。你们俩是双胞胎 CP， 他们俩是就是真正的要要干什么？试着相处一下。你都安排好了是吗？这都我猜的。梧桐，不会我跟你想的一样吧？那小鞠选择谁？小鞠，你还有反转的可能，就是你再另外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权利是你赋予的还是我赋予的？小鞠，小鞠，我们这儿还有三个人，就是你选的那个人之后，另外两个人将组成。哦，对，你可以挑他俩，也可以挑雨健，都随便。那我选杨迪哥。你拆散了双胞胎啊？那我选张雨健。啊，选雨健啊？什么？周深，恭喜小鞠啊，选择雨健。那杨迪和周深自动组成第四组 CP， 来给你，给你。今天的 cos 呢，不由大家选择了，根据三位女嘉宾的风格，我们精心挑选了三组角色，而男嘉宾的扮演者是需要他选择哪位女嘉宾决定的。因为有两个男生的这个存在，所以说我们海尔兄弟是吧？兄弟，来，我们有请第一组哈。哦，哇！这一组是直接指派给朗朗哥和吉娜姐。我们再看下一组。哦，可爱！天哪！超级玛丽和桃花公主，玲姐是桃花公主。来，上第三组。哎呦妈呀！至尊宝和紫霞仙子，小金你和雨健。那来看第四组，海尔兄弟吗？这什么？这什么？节目指定护肤品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焕亮纯净美肌。本节目由自嗨锅品牌赞助播出，自热小火锅就吃自嗨锅。那来看第四组，海尔兄弟吗？这什么？这什么？这是什么？这是那个玩具总动员里面的那个狗，弹簧狗。哦，我们俩是竟然连着一天吗？连体儿啊，这是一个两个一起吗？这是怎么搞的呀？我真的
这个应该跟那个舞狮是一个概念吧，大伙儿。我猜应该是。好的，那我们现在大家去换装吧。好。我们这组还行啊，很好啊，还挺时髦。我牛仔保驾，牛仔保驾。马里奥，我的马里奥呢？我的马里奥。公主，你是找我吗？哦，马里奥，我这你在这儿呢，马里奥。哎呦，你们俩真的是郎才女貌的，每天。您这蓝宝石很厉害。想要不给。我已经摸到了力量。过去了再哇哇哇哇哇，这身很适合你。我现在特别期待弹簧狗是什么样子的。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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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我最喜欢这组，不是他有尾巴，你看。太惨了，我俩太惨了。他俩从双胞胎变成连体婴。但我这个其实算凉快的哈，超凉快，凉快了今儿。不是吴桐，我每天这么累赘，真的，你还需要我搞笑，太为难我了。后面都穿清凉的，真的。对，我宁愿演海尔兄弟，如果节目能播出。谁不想海尔兄弟呢？恭喜大家找到合适的搭档，在今天这个旅行中，大家的任务就是跟自己的搭档一起发挥队友精神。今晚工作人员会根据各组全天的表现投票决定出今天的最佳搭档组，给大家奖励，请大家不要忘记。那我问一下，今天可不可以不出猜歌的问题？你们还把弹簧狗两个歌神和歌圣两个放在一起了，你们就上桌好了，直接跳到前面就完事儿。那我们马上就要出发畅清推荐的地方，不是先吃饭吗？对，至于到哪吃呢，我们要扔飞镖，扔到哪个颜色就哪个颜色的瓶子去那儿吃。能扎上吗 Mary？ 要不让桃儿来一下吧。桃儿来一下。揍你，我揍你。好，就是你衣服的颜色。拿分身的 Mary， 你来念一下。火锅店门口的花都开好了，亲，你来了吗？那我们一起到这个杭州非常有名的一个火锅店。大家一起来，马上来到成都最出名的火锅店。畅清春游三湖，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优酷、腾讯视频、爱奇艺，观看更多精彩内容。这火锅去了，耶耶，又能做小红椒了，真开心。还有小青椒 ，Hello。你好，你好，你好，春游家族，你们好，我是小红椒伙伴进左头的豆哥。那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呢，我们会和另一位固定嘉宾小红椒马自达 JX 三零来跟我们一并同行。走吧，我们上车，上车，上车。上微博搜索青春环游记，与春游家族一起边看边聊。哎，我这回那表情对了吧，是这个半哭半笑这个对吧？对，这个对了，你上次发的第一个是哭的，我还以为咋事。他找这个对，这能一样吗？哎呀，我这装年轻还没装对。阿姆哥真的很可爱，对，他真的很可爱，很老实的在那边。对，他老实的发出认真的疑问，比划猜很顺利的答完了题，其实是效果没出来。玩的时候他会说，这次咱们答得好，都猜出来了。这趴不错，这趴不错。哎，朗朗过了，这趴不错。关键点在一些，其实他真的很 dance 对。成都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怎么健身的这么好，兄弟？嗯，四川话都是一样的吗？嗯，不一样。那成都和重庆一样吗？不一样。成都人说吃饭是吃饭，
葱葱的吃法。那你那个地方的话，就和成都是一样。我老家其实跟重庆有一点相似，我的四川话是那种普通话直译过来那么说，但像杨迪哥他就是有一点成都口音。甜没有？我就是说吃法没得。这段话还挺好听。真的假的？吃火锅喽！Hello， 耶！是一对吗？是的，我们不是一对儿，一对儿很久了。神仙眷侣又见面了啊！Hello， 请进，请进。一转眼却又看不见。呀，唐王狗来了！断了。吃火锅喽！火锅艳遇发出，欢迎大家来到成都。火锅是成都人民的一个家常便饭，那很多外地游客来到成都呢，也是必须要吃火锅的。哇，我想吃的要命了，我已经太想吃了。酸奶配火锅绝配，正所谓。不火锅不成都，你说的是重庆话，对他。那你成都话应该怎么说？不火锅不成都。范丞丞来到了成都，不是范丞丞，范丞丞。你的名字在四川话是范丞丞，如果你刚说成了范戳戳，就是戳戳的，就是。憨憨的。范丞丞，范丞丞。嘉玲，谁？周深，杨迪，朗，不是朗朗，吉娜，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每一桌可以点八道菜，我们商量着点什么。我先问一下，是不是又是点重了什么的？啊，不，没有，就正常吃。正常点。对。正常吃。正常吃。你吃不吃折耳根啊？当然吃。那我们点个折耳根烫的锅。你吃不？我吃啊，我咋吃啊？两只狗又对同样的菜色握起了手，折耳根。你要吃什么素菜吗？你应该作为那个东道主，就是告诉我什么好吃。我都不是，它其实主要味道香嘛，就看你要吃什么菜。这个节目我们很喜欢，这次好好吃。不，真能好好吃啊？应该能。你没有发现我们俩没有点菜吗？对啊，所以说节目组一定有安排。天哪，又要来事儿了！来上菜吧。哇，这个锅鸿运锅，你上菜喽！哎，那就是手剪那什么，手剪香菇。哇，是这个店的很大的特色。红糖椅子吧，手剪冬苗，好特别啊！哇塞，我现在肚子疯狂的在叫。这火锅要讲究好意头，拆封条，开鸿运，让你红火我一整年。好，来来，开鸿运！在吃饭之前，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决定大家能不能吃到你手中的八道菜。我们这个游戏叫“传鸿运”，上道具。哇哦，那个，我知道那个。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题目，然后每一对 CP 都要迅速答对这道题目，才可以把这个传给下一对。OK。两个人答一道题，在谁那儿爆炸了，谁就撤掉一道菜给春游少年吃。第一轮默契问答，我们提出问题，两个人依次回答，只要回答一致就可以传给下一个人。夏天还是冬天？夏天。球鞋还是高跟鞋？球鞋。苹果还是梨？苹果。呵呵还是哈哈？哈哈。你看都哈出来了。短裤还是短裙？短裤。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小县城。不行。颜值还是才华？颜值。我的天、啊。颜值还是才华？颜值。黑长直还是大波浪？大波浪。黑长直还是大波浪？大波浪。黑长直还是大波浪？黑长直。我们第一期的飞行嘉宾是谁？沙溢。哎呦，杨迪和周深谁比较帅？周深。
肚子疼还是头疼？头疼。说一首周深的歌曲。不知道。如果是不是 A 和 B 的选项，能统一说不知道。说一首周深的歌曲。不知道。说一首周深的歌曲。不知道。掐人中。说一首周深的歌曲。不知道。掐人中，掐人中。我知道。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单眼皮。快快快！60秒的哪一秒？5秒。作弊。作弊！60秒的哪一秒？5秒。60秒的每一秒？3秒。60秒的哪一秒？5秒。60秒的哪一秒？5秒。60秒的哪一秒？5秒。你看他俩都不在一块。炸了！3号桌开红运了。祝你们红运发达！谢谢你啊我。好，请3号桌杨迪拿出一道菜给孙悠少年吃。把这个肯定不愿意要的。这个歌菌干，周深不吃，我爱吃。而且这还有，迪哥好大方。一会儿这样好不好？我们把桌上所有的蘑菇都给你吃，好，来把最好吃的生态蘑菇都给你们吃，让你们变成马里奥。第二轮的题目是这样的，请说出娱乐圈里的情侣的名字，两个人必须各回答一个名字，才可以传给下一个人。啊，那我是。3、2、1，袁弘。啊，张歆艺。对。你说一个我知道的。蒋勤勤。你别看我，我们不能作弊。那是谁？张杰先。张杰先吧。那个。你说一个我知道的。那个谢娜。张杰。什么？什么？贾勤勤。弟，对不起。这个。张杰谢娜是我们俩准备的。谁比较当红的？好，秦昊。伊能静。狼王吉娜啊，这么硬。姐什么沙溢吴可王小飞戴斯蔡少芬张晋那个巩汉林他哎呀算我再换一个那个所以说我知道的潘长江不行等一下结婚了的你来你给我来一个你也没人了是不是报了还不报报袁咏仪啊那些人叫什么名字啊3个字啊我的锅开了袁咏仪大了耶张智霖我记不清巩汉林老师的太太金珠想不出他的名字为什么又是我们啊周深恭喜3号桌又开红运了这些就是鼓励的话像在讽刺人一样手剪香菇我们就不想用了而且一会儿你们会收到3份手剪香菇别呀万一都是咱们俩卡住的新的这个只有1分钟哦就会炸还是这个问题啊还是这个问题开始赵丽颖冯绍峰赵丽颖说完了 你公然偷问呢张子怡冯文峰端过的算不算谈过恋爱的巩汉林我只叫董仲林董汉林是谁呀、啊、董汉林金珠董汉林金珠蔡少春包贝尔我说包文婷包贝尔你这个啊下次不能这样啊霍启生任静黄晓明 Angelababy 你们俩太快了你俩最近刚结婚谁啊我怎么知道袁成杰和谁和他老婆呀他老婆的名字是一个热播剧最近热播剧他的男一号刚来过金他老婆的名字女一号的角色什么鹿不是赵露思不是他老婆赵露思演的那个角色是他老婆的名字袁成杰陈芊芊谁呀、啊、有谁呀、啊、刘德华跟谁呀、啊、跟谁呀 啊
贾玲。贾玲。不是吗？这个不能过。那谁呀、啊？张伦硕。钟丽缇。真是不认识人吗？刘诗诗。吴奇隆。哇塞！哇塞！不对，还有谁？还有谁？太猛了吧！二号桌开鸿运喽！讽刺！刘德华、贾玲怎么就不算了？我们就差见面和领证了。来，请拿出一道菜。那个手剪蘑菇。哇，菌菇。下一个香菇给完了，我们给的即将是豆苗。好，来我们这个题目。好，来啊。请回答影视剧里的情侣啊，那可以，那可以，你先答。开始。Jack。罗斯。罗斯。甄嬛。传。甄嬛。皇上。对了。哪个皇上、啊？哪个皇上、啊？随便就是谁呀、啊？杨过。小龙女儿。哎。哦，依萍。何书桓。嗯，倪萍。哦。何书桓，华妃，皇上 ，Mr. Smith， Mrs. Smith， 安陵容，皇上，这情侣还有谁呀、啊？金锁，金锁没有，他是丫鬟。金锁，你自个儿来是吧？柳青，柳青，金锁是柳青。四谁？四阿哥。四阿哥是谁啊？有几阿哥呀？五阿哥。五阿哥。小燕子。对。说哪个？你俩能不能思考一会儿？好。赵敏。张无忌。好了，贾玲姐。来了，快点报了。至尊宝。紫霞仙子。皇上。沈眉庄。罗密欧。朱丽叶。皇上。等一下。那个皇后。皇后怎么称呼都可以吗？要名字，要名字，皇后叫做本宫是乌拉拉拉氏嫡嫂。那个香妃，皇上。对对，皇上这么多呢？头紫薇，紫薇这个耳汤。哎，啊，王语嫣，段誉。段正淳。王语嫣他妈。谁？王语嫣他妈。王语嫣他爸。不行不行不行。王语嫣他妈不行吗？不行，得有名字的。皇上有名字，你欺负我吧。但是旁边那个至少有名有姓吧？有啊。谁呀、啊？段正淳和王语嫣他妈。王语嫣他妈有名字。什么名字？我不能提醒呀。不是，皇上没有名字。姐，咱先想咱的。银角。银角。这是银角快呀！多少块？大块分。唐老鸭，还有 Daisy， 小叮当，小叮当，叮当猫，叮当猫是飞鸟。哎，我们上不了，又快不进了，我们正好想不出来。叮当猫没有，我们没有菇了，鱼腥草给他们。哎呀，鱼腥草，我们云贵川的人爱吃的，你们吃，给我吃完。哎，他们肯定吃不了这些。这是折耳根吗？对。哇，怎么面露难色呢？什么表情？因为我太期待吃折耳根了。我必须喝口畅清放松一下了，真不行了。还放松？必须要放松。好，来啊，我们因为是在火锅店，所以我们要接出有火的歌曲。哦，好。你的强项。也是你的强项。玩接歌了。开始。This girl is on fire。 Alicia Keys。 冬天里的一把火。你就香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要唱还是说歌名？唱出来，唱出来。你就是火，奇怪的造型。好好。有火就行，谐音也可以。我真的还想在火舞蹒跚。可以吗？东汉末年，分三国，战火连天不休。
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里面有。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阿阿贝尔，过上了好日子，红红火火，红红火火。嚯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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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火，他俩才叫嚯嚯。嚯嚯嚯嚯都可以。啊，同音也行吗？刚刚才说因为在火锅店用的火。对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太多了。嚯哈，嚯哈。嚯。火火火！天哪，静止的画面吗？那是，观众以为自己按了暂停键。火火火！哇塞，你俩在静止了？停了，静止了。行了，就直接爆了，完了吧，快点。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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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你刚是在喷这个吗？你们俩不是很厉害吗？不是都从来不思考的吗？红彤彤的春天，红火火的火。红彤彤的春天，红火火的火。那你们有吗？没有了吗？我把我们唯一的解决了。我拉你们，我拉你们，我拉你小辣椒，我站住！怎么？我们把我们唯一的给别人了。火，火辣辣的火。火火火火都可以。火火火火火火。那边的货呀，那是什么货？这很不熟悉。噔噔噔噔噔噔，鲜花。Baby, you firework。水果姐，哇哇，我画你的，你和你画我，画是。哎，你们是这么惨的？不太可能啊，这咋回事啊？不用，不用祝福。肥牛，肥牛，哎，别，肥牛我没有，鸭肠我有。鸭肠行，鸭肠吧。我这桌上只有三个菜了。不是，我们俩都有点舍不得了。接下来大家来吃我们火锅吧。耶、yeah!。来喝口畅青，畅青跟火锅最配了，酸奶吃火锅养肠胃，来来来来来来，轻松一下，恭喜我们好歹还有菜啊，终于吃上火锅了。嗯，好好吃啊，好吃，大家饿的呀，都不说话了啊，就不让吃饭了、啊、火锅能把我嘴堵上，这火锅好吃吗？好吃。畅青好喝吗？好喝。大家吃的喝的也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下一个地点吧。好。喝畅青，一身轻。出发。走吧。发现这辆车每次坐上来都感觉特别舒服，是，我觉得这辆车啊最好的真的是它的侧面的曲线，那个穷音曲面下的一大特色。今天咱们竟然没有答错一道题，绝了，是，我是瞎猜，太厉害了，以为我们来碾压他们，以为我们贼强，结果全扣的我们俩的分，我们俩适合对抗不适合合作，我们一合作怎么回事呢？哇，这里面走。Hello， 这里是一个集这个戏曲表演啊、传统文化呀、等等一系列的一个大型梨园圣地。哇哦，做得很精致的。哦，好喜欢这些闪闪的。哎，这是演出台。呀，哇，这里是我们。蜀风雅韵的风铃楼，那这里呢平时会表演一些像川剧啊、变脸啊、喷火、木偶戏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表演啊，有请我们的老师要为大家带来木偶表演。好，梁山伯与祝融台。
到前面。好厉害，他是很厉害的。他是怎么变的？厉害。哇！近距离看好震撼。好厉害、啊！好厉害！吓我一跳，我看着。他这个速度太快了，回脸超难的，回脸。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猿辅导小课堂的时间，大家知不知道变脸的来源是哪里？演员要演很多角色，来不及重新画脸，发明了这么一个技艺。不是，那其实古代的时候，大家面对一些凶猛的野兽，吓唬你。对，他们会在脸上画一些各种各样的脸谱，吓唬野兽。所以说，这个就是川剧变脸的由来。每次用一次猿辅导，都感觉自己聪明了很多。刚才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川剧的魅力哈。接下来我们玩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其实我们玩过一次。这游戏的名字叫，叫做暴走唇语。就是戴耳机说话那个，最多的那个分数那个，我们会得到当地的奖励。来，开始。三个字儿。三个字儿，好。干啥呀？干啥呀？哎妈，我就看你这大嘴唇。干啥呀？说烦人。我说的是啥话？你说的是沈阳话。我是哪里人？你是沈阳人。我是哪里人？你是沈阳人。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我是哪里人？你是什么？哪里人？你是家人。家人。那是有被暖到。我说话啥调？什么？我说话，你说话，什么调？什么调？嗯，东北话。咱俩叫什么？四个字儿。年糕夫妇。对对对对对，终于。哇塞，他不知道中文名，英文也对啊。英文对了也算。OK。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你这是你别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你这是道翻译题吗？浪哥，那你也不能直接说 Mickey Mouse， 因为咱们说英文说对了也对，你 Mickey Mouse， 这不是一道翻译题。迪士尼，我是谁？这个太奇怪了。下一个，三个字儿，三个字儿。今天早上 ，today morning。真的 ，today morning。今天早上，一个一个第一。这比划起来了，现在控制自己。你最喜欢吃的？我爱吃的。你爱吃啥？肉夹馍。啊，哇！真的，真的，外国的。大蒜菜。大蒜菜。哇的。外国的。汤面、包子、汤。由于太中化了，已经想不到外国的。天天在国内待着，哪还能想到外国的？都是包子和饺子。我给下一个。天哪，华夫饼都没有猜出来。四个字儿。咱俩一起，咱俩一起。钢琴演奏。
一起弹。叫什么？咱俩一起弹。这个曲子嘛。一起弹。一二三四。天哪，都到这种地步了，还是不行，还是不行。这你必须猜出来。家教太严了，你必须猜出来。一二三四。四手连弹。哎呀妈。OK 了 ，OK 了。非常好，恭喜那个朗朗哥姐。刚才早餐什么东西？华夫饼嘛，外国饭嘛，我说。你那句充分的展现了你在你家的家庭地位和男人的威严。哪句话？这题必须猜出来。来，开始啊。今天洗脸。我们洗脸。今天我们吃的什么？过。哇！这很难哎，还不如刚才那个呢。我们今天吃的，我们去吃什么了？我中午刚吃的，忘吃啥了？中午你哈哈吃半天。今天中午练脸休息坐车去了啊？吃的什么？火锅。啊，火锅是对的，不辣的火锅怎么说？不辣的火锅，番茄火锅。不是。原汤火锅。不是。海鲜火锅。鸳鸯火锅。它就是水。清汤火锅。清汤火锅。哇塞！我的名字。你的名字，第一个字，泛之交。Jack Rose， 大爆。Jack Rose， 谁 ？Jack Rose， 我也让他俩撞河里了，撞河里了。哎，一个男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女的，他俩坐船，公报，他俩同居，结婚，他俩坐船，相亲，坐船，新白娘子传奇，他俩电影，夜里，他们俩坐船夜里，然后，电影，夜莺。电影 Jack Rose， 泰坦尼克号。时间到。他今天的题目很难。哎呀，你俩笑死人，猜的人感受不到，旁边人乐死了。好，准备。怕老婆，四川人怕老婆，怕耳朵。豌豆射手，太阳花，太阳花，有太阳花，植物大战僵尸，对的，哇，我们俩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双胞胎，承认了，我们弹簧狗。太厉害了！贾玲，像他，诬陷我，偶像，造谣，女神，造谣，公主，美女，造谣我，冤枉，冤枉，我没有，冤情，我没有，我没有，贾玲，深渊，击鼓鸣冤，报告法庭，法院，法官。我经常干嘛？我为什么这么聪明？承认了。黑幕。对。黑幕。差不多。内幕。差不多。提醒、提示、答案、偷题。厉害，太厉害了。两个字，一二。热，好热。热，好热。空调。坐地。天气。太阳。太后。
冷静，冷静。阴谋，你冷静。停停停，迟到，夏天。坐第一排，坐地，喷火，喷火。好聪明，太厉害了。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小学鸡。我们经常坐，我们经常坐，我们经常坐，我们经常坐。然后内饰好，内饰好，噪音小。前面三个字，前面三个字，每次要坐之前都会来一个人。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旅游伴侣。火锅放进火锅里，放进火小红椒。驾驶员，小红椒，曲线型，漂亮，空间大。什么型号？型号 CX30 小红椒。哇哇，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吗？可以了，来点 music。我好聋啊！开始了吗？二一，开始。不能演。刚刚我们看了表演。太棒了，看不懂。慢一点说。台上，表演。导演。表演。表演。嗯。舞台。哇，好笃定。舞台，话剧，变脸，变脸。呀。惊讶，害怕，三个字。一种还阔。一种自然灾害。龙卷风，地震啊，不，地震不是，流星雨啊，不是陨石。自然灾害，流星雨，三个字吗？三个字。自然灾害，它一下崩塌了。我想一想，我想一想。说话。谁猜啊？我们猜吧，可能是山上吗？它坍塌了，它就是泥石流。啊！这好难、啊。八个字，八个字。好，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前面四个字。前面四个字。嗯、头，头，头。第一个字头，小的反义词，嗯，小的反义词。你再看一下。早上的发型。哦，这四千年。大的反义词。大的反义词，你俩就呈现个赏心悦目吧。是成语吗？不是成语，是一个动画片。动画片，哎，小头儿子，大头爸爸啊，反了，大头爸爸，小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中国的动画片吗？他老婆，动画片，他老婆，大头儿子的爹妈。大头儿子的爹妈，他的爹妈，他的长辈，他的家长。你坐下，着急死我了。他的家长，大头，下雨不愁。他爸爸，爸爸，哎，对，你说，他说啥？让我看看是什么。他爹妈呀，我说。虞书欣。虞书欣。哦。啊？两个字，两个字。他以为他猜出来了，啥玩意儿？虞书欣是个人名。你人名。煎饼。虞书欣。这俩是咋回事？这俩。哎。哇哦。哎，不行了，作弊了，作弊了。对对对，不算分啊。四个字。四个字。我不想干活，但是还是要干活。只剪这一段放出去。再说一遍。
这叫辞职。我不想上班。不想上班。但是。但是。还是要去上班。还是要去上班。四个字叫什么？开始猜。来，一起期待，一起期待一下。我不想去上班，但是还是。你俩时间又进去了，宣布他们零分吧，要不？回去。回去。哦。哎呀，胡子笑开了。菜鸟还是比较。天哪，狼狼哥还有资格说人家菜鸟？狼狼哥在旁边点评的，哎呀，这个菜鸟还是。我问这第二次了吗？这个有点难，这不刚出的词吗？妹妹的反义词。妹妹也有反义词。妹妹的反义词是弟弟吧？妹妹的反义词。丑。三个字。三个字，丑小鸭。妹妹的反义词你听懂了吗？小菊是为了展示她的美甲吗？妹妹。美的反义词。妹妹。Maybe。妹妹。贝贝。妹妹。哟，这可别啊，咱俩可不一定谁大。姐姐，姐姐。姐姐。然后。姐姐。哎。姐姐跳舞，三个字。姐姐跳，姐姐舞。哦，这什么词儿？新词儿，新出的。小菊，来都常驻吧。我们需要这样的担当。我跟他玩一次，好不好？行啊。林姐，我来比划吧。我比划吧，我从来没比划过。好好好好好。好嘞，准备，三二一，开始。讲一个英雄，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五个字。五个字。五个字。两个人。两个人。不能演。不能演。不能演。有一个男的，俩男的抢一个手套。俩男的抢手套。什么什么戴手套？有一个男的，胸前有个宝石。两个人低头戴手套。跟你一样。俩男的抢手套。你不要那么激动，你慢点说。两个男的一起抢一个手套，这手套只有一只，手套上面有五个宝石，五个宝石。复仇者联盟。哦，接近。对了，继续，不对，继续。快了，对了，快了，快了。啊，快了。有一个男的脸长得像鞋麻子一样。嗯。灭霸。还有一个男的跟他抢的那个男的灭霸钢铁侠。对了，这算对了。对了，算了算了。一个女的戴俩手套。本节目指定护肤品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焕亮纯净美肌。本节目由自嗨锅品牌赞助播出，自热小火锅就吃自嗨锅。一个女的戴俩手套。水冰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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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身。她是哪个组合的？几个字？几个字？五个字。五个字。水冰月变身。她是一个团队。里面有五个女的。里面有五个女孩。金木水火土。五个女的去打架。这么近吗？变身去打架。五个女孩变身去打架。打架。五个女孩变身去打架。五个字。你看林姐。五个字。五个字，五个女的变身去打架。他听到了。五个字，五个字。五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女孩。你淡定一点。我知道。几个字？五个字。五个字。你是干嘛的？是一部电影吗？这个很好猜啊。五个女孩把一朵变身出去打架，然后呢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电视剧，动画片。电视剧，动画片，美少女战士。哎呀妈！这么简单，整了这么久，雨见自己都不。今天那个大家都辛苦了，其中默契最好的一组是杨迪、周深。来，画画。
块，毕竟他们都是一只狗。左脚一杯走。没有狗是同上同下走。然后恭喜你们会获得我们这里的奖励，是什么？来，有请。这啥？这彩眼儿。民间有很多俗话，人生三大乐：结婚、搓麻、掏耳朵。结束之后，你们俩会来这儿接受到采耳和敲背的享受。哇，可以，我们也可以接受吗？我们赢的赢的在这儿，其他就要自费了。受不了吧？啊！师傅，师傅，这是享受一种回家的感觉。师傅，我以后还得拍摄。师傅，你看我刚蒸完骨，我不用费心。对，你试试。啊，放松点，放松。大师，给我两下，棒棒。头可以给我多摁一下啊啊。这个这个啊。零点，好吓人啊！我人生啊！谢谢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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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兴春游家族，啥都不图。干，好喝，干，好喝，喝它。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优酷、腾讯视频、爱奇艺，观看更多精彩内容。弟弟快看，我是你的雪山呢，求下山。今天比那天要难玩的，我也觉得今天太难了。这成都院的到了，到了。吓我一跳，黑面膜。对啊，看我。逗我笑，我的面膜也不会皱的，因为这款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超级好用的，创新的黑科技，很水润，很服帖，怎么甩都不会掉的。你带了几张这个面膜啊？我就带了一张。桌上的是什么？只带了一张，你撒谎都不打草稿。我跟那个周深，一人一张好不好？你拿去用没关系，因为我也想美美的。可以。20岁都开始敷，我这种30多的更该敷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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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拜拜拜拜。哎，这个看着就很好吃，果冻。我觉得这个加点畅青挺好喝的，酸奶酪。哎，是生笋吗？不是，它是腌制过。腌笋，弟弟，腌笋。姐，现在人可搞不了这个。你连葱你都吃不了。范青青要吃饭。范青青，为什么四川到你那都是全是鼻音呢？冰冷面，冷冷面。很难说。你学我们四川话一定要鼻音那么重吗？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把他的层层说清楚。而且是范层层，你说冰冰冰冰冰冰冰。杨迪，你今天实际是不是特别想跟小区那个就组那个？嗨呀，是不是？怎么可能嘛？是我想找他。不，他跟雨健现在也是更不熟了。没有，更不熟了。这样的话，只能用一个游戏来打开我们这个场面了，怎么样？啊！今天人家不让我们做游戏，我们自己做。先玩个那个抢树，但抢树是个升级版的抢树，输的人要接受惩罚哟。开始玩了啊，开始玩了。女歌手的名字先给自己起。吉娜，就是叫什么？就 Mimoko。
谁是闽南虎？哦，吉克，吉克隽逸，好记，其实是好记。好好好，吉克是吧？对，吉克，不要再讨论了，再讨论对你特别不利，因为大家会特别知道你是谁。我张惠妹。好，你这个真的太棒了。宇健哥，宇健哥，你快说。蔡依林。张碧晨。张碧晨，好。你呢？张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呀？我说过了，我说过了，不再重复了。你给三个人以上认识。当然了，你问他们三个人认识。我认识，就你不认识。哎，头发。头发勾脸，然后咪的眼睛。啊，张咪。快说快说。苏慧伦。苏慧伦。斯琴格日乐。哇塞！哇。该你了，该你了。冯提莫。行行行，好。哇塞，这太……你看朗朗哥皱起了眉头。哎呦我的妈呀，这要命！我就喊开始了哈，开始。一、二、三、四、四。方提莫。好。想喊他桂纶镁。我真的纶镁，我真不记得。冯提莫。刚才整个脑子，你是谁？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真心话。懒得动是不？喜欢哪个类型的女孩？用演艺圈的一个女艺人来代表一下，这样大家观众朋友们比较可以准确的了解，直观一点。嗯，哦，妮妮，这有个人跟你说，陈哥，我不好意思了。来吧，你喊开始。来，三二一，开始。一，二，冯提莫。反应太快了吧！真心话大冒险，真心话，我先帮你把题目列罗列好，除了妮妮以外，换个题吧。有没有最不满意自己的一个什么地方？脖子，你真不满意你？真的不满意，太长了。你说会累，就会累。弟，你知道周星驰的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凌空凳？我在后面看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他在凌空瞪。你知道有一个东西站起来就那样，就这样在那看。嗯，土拨鼠东西，还不是土拨鼠，狮子王里面那个东西。对。哎，真的，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脖子，我也顶多就1.8米表。怎么了呢？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吃油条嚼吗？跳一个脖子，好吧，好吧，你看，你跟着我学啊，我们又一套槽。哎，来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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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最厉害的地方是翻着再挥去，来，预备，走。就这样绕着这个桌子一圈儿，你桌子准备好了，给我口令，五、六、七、八，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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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加一。哇，好，我有点。那我们捋一遍吧，自己报自己的名字。沙溢，沙溢和谁？女孩是谁来着？啊？张伦起的女艺人加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把前面的加回去。对。沙溢和谁？吉克隽逸。你的是？我张惠妹和我是张惠妹和李连杰。李连杰，你的是？张碧晨和蔡依林和范丞丞。我是。张斌和任达华，张斌和任达华也太小声了吧！张斌和任达华，好了，张斌和任达华是吗？沈腾和斯琴格日乐，冯提莫和张若昀，苏慧伦和张雨健，好来，好的，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四、五，张是杨迪，张是杨迪，走。我连0.01秒的机会都没有，对，太快了。这里都是智慧，人的脑子不只是在脑子里，有时候它也会流到脖子。好的，那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呢？真心话吧。行，来吧，真心话。你喜欢哪个类型的男生？哇塞，朗朗哥直接抢答了，而且就算问也稍微过，假装过过脑吧。这来吧来吧，你喜欢哪个类型？问完以后也不看人家答案就开始夹菜。你也不用说人名，就是哪个类型？那为什么我要说名啊？你自己说的。他就是高大帅气。哎呀，高大帅气。哎呦，杨迪没戏了，周深没戏了，我俩没戏了。不过才华很重要，你幽默的才华。不用着重说明是哪方面的才华。我问一下，如果知道的歌和歌名特别多，这算不算才华？也算吧，某种意义上的。我以前玩这个游戏，就是我都记不住所有，但我记住那么一两个，然后就跟着他们念。哇，好坏，坏蛋！只要念，我第一时间就说出来。太坏了，这就是技巧啊！这叫狡诈。我记得住你了。开始，一、二、三。无声的呐喊啊！张咪给我喝住了，我想把你喝住。张咪在哪儿啊？张咪，喊得我脑仁疼了。你喊张咪，张咪在哪儿啊？你好。大冒险，大冒险。你这样，你模仿再做我们一位，我们看看是谁。对，猜猜看。对，好吧，好吧。那很好模仿啊。都到了。嗯，今天玩什么游戏啊？朗朗。然后第二个人。啊，第二个。什么表情？张雨健。张雨健这是。哇！咋？这是我们姐。杨迪，姐模仿一下杨迪。杨迪。灰尘像，这是。太像了。舞蹈，舞蹈，我有这样说过吗？我那么糟糕的吗？你不形象。模仿周深。你要不要来个一模一样的，我就会生气哦。模仿周深，桌子前面。我赢了，好棒啊我！哎呦，太像了！你把这个如果硬要说成是我，也是能通过。但你没有那样，对我没有他那样，你是你有这样，我突然想起来，我有这样吗？你经常这样，嗯。上次那个蓝色多瑙河答出来以后，啊对。
优汉斯的劳斯，蓝色多瑙河。你老公那天跳蒙古舞。搞得好想塞钱给他。这个真心话大冒险值，这个值得了哈。好，来，三二一，开始。一、二、三，哈哈四，四，哈哈四，四。还剩三个人给你发，怎么就自己开始打了？吉娜，我是真的是不行，吉娜太为难我了，吉娜摸不了是吗？呀，你在勒哪儿？腰啊！你别勒了，因为勒出来了。不是勒进去，是勒出来勒腰了。老公，你一个一个说，我只能看见你那个后嘴唇子一直在动。你别说，你一个一个说。哎妈，我就看你的大嘴唇，是你一个一个来。我。还剩张雨健，小菊也好模仿吧。怎么还抬凳儿呢？啊？什么？就是那个，就是他们俩都是一样的，有没有？有那么夸张吗？我想一想，我想一想。表演一种妹妹的反义词，你听懂了吗？但是我特想问，咋了，喘的？模仿吉娜，给自己勒岔气儿了是吧？我们上次还取过那个《西游记》里面的妖怪的名字，加个妖怪好吧？三个，一个人三个名是吧？三个。我是那个黄风怪，黄风怪吹沙子那个，我的眼睛，那个叫什么？杨迪，那个一伸眼睛的那个，孙悟空，孙悟空，孙悟空，你好啊，眼睛那个叫，白眼魔君，好，白眼魔君。我叫陆力大仙。啊，可以，可以。谁是陆力大仙呢？陆力大仙、虎力大仙、羊力大仙，三个大仙。啊，三大仙。我会虎力大仙，可以。黑熊怪。黑熊精，黑熊精，黑熊精。黑熊精。偷袈裟的那个。你俩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啊，银角，金角。那我就羊力大仙。来来来，我们自报一遍啊，从你开始报。火力大仙苏慧伦张雨健，冯提莫张若昀陆力大仙，张碧晨杨迪黑熊怪，范丞丞蔡依林那个杨力大仙，沈腾斯琴格日乐，黑风怪，我是黑风，不对，黄风怪，黄风怪，张咪任达华，白眼魔君，我是金角大王。张惠妹，张惠妹和李连杰，我们都帮你记着呢，放心。吉克隽逸，银角大王，沙溢，沙溢。好，好，好，开始啊！三二一，开始。一。快说，快说！金角大王李连杰，金角大王李连杰，他说一了。他说你的 ，OK。冯提莫，金角大王，陆力大侠，金角大王，陆力大怪，金角大王，李连杰，还有那个，金角大王，李连杰，张若昀，好，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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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他是陆力大仙，但你陆力大怪差不多了，也算对，也算对，也算对，我赢了，天哪！真心话。还选真心话？还看你们还有什么问的，问吧。有没有啥事儿是被迫营业的？嗯，站不站住？
自拍，自拍是被迫原因。我们才不喜欢自拍。好，来啊，范丞丞开始。三二一，开始。一二三。三二一。你说完了，说完了，在吵闹声中，我感觉你说完了。他说了几个？我说他一大堆，三大仙都崩出来了。杨丽大仙，杨丽大仙，我翻脸魔。这么说错吗？不管了。我已经玩这游戏可厉害了，我靠一招就是喊喝住人家，结果我喊不过他。我在哪儿猜歌不厉害，碰到周深以后，我的天灵盖现在喊的人脑子疼，我坐在这儿闹，瞧把你美的，我没有，只是在笑。来吧，你替我大冒险。啊！多声部来表演大鱼。我现在嗓子豁成这样，活该！谁让你要跟我比？张杰，张杰，让南华，我白眼魔去。你不会模仿的，你就 cue 我，我来给你后补，好不好？宇宙中，杨迪，等一下，人家是装的心跳，冥冥之中你又现在遇见我。腾格尔老师，花一现之后，尖叫的追。王菲，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种人类的感觉。帕瓦罗蒂。一把啤酒陪我洒，这份心碎不想睡。刘欢的手势。讲女生的声音。不想睡，我要陪你。皮卡丘。好，刘德华。这什么意思？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绝对不爱你，绝对不爱你。我还喜欢这个好，这个经典。工作愉快，工作愉快，棒。冰释前嫌。喊你喊开始。开始。二三四五六，就你没说了，来，该你了，来吧，真心话大冒险。以为不说话就想逃掉我？来吧，大冒险，好吧。那好汉歌你能唱吗？来下个伴奏。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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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参北斗啊，说走咱就走呀，你有我有钱都有啊，嘿嘿钱都有啊，还有。唱四川话版的，四川话版的。他会唱很多四川话的锅。我跟他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四川话有一个，就是锅你洗了没有，碗你洗了没有，脏衣服。你们出来演一下嘛。对，来。天哪。撒个野马。谁能翻译一下？根本听不懂。接下来带来我们四川非常有名的一个电视剧《幸福帕尔多》的主题曲。听起来很像日语，其实是四川话，就是老婆对老公说，你锅洗了没有，碗洗没有，脏衣服一大堆，你洗了没有啊。三二一走。锅你洗了哇，碗你洗了哇，脏衣服一毛多你都洗了哇。锅你洗了哇，碗你洗了哇，脏衣服一毛多你都洗了哇。锅你洗了哇，碗你洗了哇，脏衣服一毛多你都洗了哇。呀、yeah, 来客人了。
你那脖子在那儿。那个辛苦大家今天老玩了一天哈，然后今天我们其实工作人员会为大家有一个投票，就是这个每一队的这个 CP 啊，哪一队是最佳 CP。 哦，我们还有补 CP。 对，有的人是天然 CP 嘛，然后也有的是今天现组的，也有的是经历过几期的这个磨合。我们俩今天真在车上讨论一下，我们俩不适合待在一，适合对抗，我们一旦合作这儿堵上了。但是呢还是挺搭的，我觉得我们俩太搭了，你们俩绝对是除了脑子堵稍微堵住以外，平时还是非常契合的。我说你们俩像双胞胎吗？最早我说的时候你还觉得不那什么，我真的感觉你们俩的感觉什么的就都特别像，唯一有一点不同就是你给我的感受是拿我当哥们儿，周深会更照顾女性一些。行行行，下次我给你采耳，知道了，给你按摩。没有，因为周深就太多次了，太细腻了。嗯，是是是。来，那个小鞠和雨健先算第一次组队哈，感受怎么样？挺好的。小菊感觉跟我更亲近点是吧？因为他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吃醋。不是这样的，张老师，你听我解释。一下距离拉了6万公里。没有，他一直是。是因为我跟杨迪哥就是会更熟一点，然后我打小我就会老是抓着一个熟的人。我是真的觉得张老师挺好的，就是很贴心。我自己都没有发现。你呢，聊聊和小菊。挺好的。不是，咱们打动一下。哎，全都是挺好的。怎么回事？挺好的呀，就我其实我录综艺录的也不多，这可能也就是第二个。对，我们这综艺不多。因为你看，你们演员来录节目，如果真思考的话，就是我们综艺咖思考。哎呀，就是这样子，所以还是有真的。啊，你也是啊。我现实生活中思考就是这样。哇，综艺咖。那个马里老马跟桃，马里桃组合。但是他确实来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他们能有 CP 感哈。肉眼可见的越来越亲。我跟程程现在真的就是弟弟，弟弟，甚至其实应该是侄子之类的。对。今天程程给我乐完了哈，程程醒了以后啊，到了。叫你拍你。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就是妥了这事儿啊，我来办了。真假的？啊，睡懵了是吧？他不知道他就这样。妥了这事儿我来办了。对呀。那一刻。虽然比他大很多轮，但是都有一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吧？真的是在抓你的手，在那这样，对，就像个老伯伯一样。真是真是。刚睡醒的老伯伯。确实，姐很照顾我的心情，然后呢也会就关心我吧。平常的时候私下里可能会比节目里面更好一点，因为就是那个状态可能更放松一点，大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还是有点那种距离感的时候，就是大姐姐那种感觉，但后来熟了以后就像越来越亲，就感觉像亲姐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我明白，我能理解。那真正的 CP 啊。哇，你俩别说对方好了，你俩说点对方不好。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我特别跟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新的特别好的朋友啊，在一起就是特别的高兴，我们俩都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时光时机。能感觉到你特别高兴，我们看到你非常多，我真的是绝对没看到过的一面。你在平时老马哥比较少见到他这样吧？他玩游戏这么放松的疯狂的玩是很少，是吧？因为平时真是很辛苦很忙，很就圈子比较小，对，就是还是我很少，因为我们都没见到你是这样的，是，所以吉娜姐我性格实际想这样，但是没有机会。哎呦，忙的，他很少有那么活跃的样子。最可爱的是有时候特别的真实和跟我们不在一个频道。
反而是它特别独到之处。但你不觉得我现在稍微接近？不用不用不用，别接近，不要让我接近，因为很远，我想追上你们，追不上了，我也在进步。你要保持你自己，你知道吗？你就喜欢那感觉，太喜欢了，你知道吗？认真、较真儿，这个太可爱了。我觉得就这我们这节目完我会很难受的，就最后那天我会很难受。哎呦，我们还会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季。我啊啊，老板啊，咋的？录完这季就要撤了？不是，就这种感觉真的是的呀，真的感觉很好。但是真的录这个节目，我们的目的就真想把它录好。大家都是这样想，就觉得如果哪怕没弄好，难受不爽。对，我们所有人都这样的。我累，但我心里高兴。是的，宣布吧，请工作人员打分哈，跟拍了一天，大家觉得谁的默契最高？你就举手决定吧，好不？大家觉得朗朗哥、吉娜姐最默契的举手，九票，对，觉得雨见、小鞠的请举手，友情票，四票，觉得玲姐、程程的请举手，哇，这个票多了，十一票。决定周深、杨迪的举手。也有十四，那我们就恭喜杨迪和周深哈，双胞胎真的是。为什么会有一种莫名的双胞胎感？我俩吧，很多时候真是。想事情就想到一起去，方式都经常录节目的时候，谁谁谁说了一句话，我们俩会互相找到对方。哎，就是这种莫名。我看了几次，是，真是很奇怪，我都看到好几次了。一卵双胞胎。对，那今天晚上呢，就是大家也很辛苦了，我们就回酒店睡觉了。好的，那我们祝大家晚安。好。晚安。晚安，张老师。晚安，吉老师。本期我们的任务就是成为一支勇敢追梦的天团，你们四个人中会选择一个 C 位，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位踢馆嘉宾加入大家的这个阵营。哇，米小姐！今天栏目组请到了2020年最具代表性的团体——硬糖少女303。这是属于我自己的舞台。来往宁夏有网一号，超前十四号，了解青春环游记二更多内容，欢迎登录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青春环游记二参与互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上五号，音乐库，音乐库，音乐全民听，收听节目独家正版音源。感谢蓝天下广播、中视频、中华为人力、罗半生、百度地图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感谢聚淘雨林资讯、千家智云、成果、天翼视讯、影视头条、飞媒 APP、猫弄、西瓜子、饭机、拉克、欧沃酱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Hello。青春环游记。